现在话不多说，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明星创意师杨子小姐，欢迎。欢迎。你好，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以及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先打一个招呼。我们工作人员递上我们的麦。大家好，我是杨子。虽然我现在其实看不太到前面，因为全都是雾，还有黑黑的，可是也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好，再次欢迎杨子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其实啊，我们刚刚跟杨子啊一同在台下观看了我们 Artist 我们的十年记录短片。那此时此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我们韩国艺匠的老朋友，您哪些感受呢？其实我每次来拍艺匠的感受都还挺开心的，像回家一样。然后每次来这个秀也是觉得像回家，就看了一遍。然后施总每次带着我看那些老照片，包括这一年大家拍的那些系列，都会觉得很亲切，然后也非常的美。当然我相信啊，在韩国艺匠拍过照体验过的跟我们杨子小姐是有一样的感受。那其实啊，作为韩国艺匠的老朋友， The Great Artist 系列在拍摄过程当中有哪些最打动你的故事呢？我觉得首先是那个大艺术家系列，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在每一个场景当中都很愉悦，他会现场放着歌嘛，而且我们的摄影老师他其实拍的会非常的快，他就让你在那儿随便摆动作，然后一套就下来了。我觉得我拍艺匠是拍过所有里面速度最快的，而且成片效果最好的，就是所有都是一套的设备，就会觉得很效率，并且效果也非常的好。对，其实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韩国艺匠每一位工作人员紧密的配合，也谢谢杨子。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看到杨子的新品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每次韩国艺匠给杨子打造的造型啊，其实都在获得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喜欢，也相信所有女生能够在这个上面跟杨子是产生同样的共鸣。因为女生拍照其实最在意的一定是有没有把自己拍好看，那韩国艺匠呢永远是能够给大家一张非常美满意的照片啊。那其实啊，今天在我们活动现场有很多我们的装置艺术以及沉浸式体验的空间。那刚刚在我们艺术之城游览完之后，有哪些特别的感受呢？我觉得每一个场景都很梦幻，尤其是在那个一个月亮前面拍那个剪影，那个梦幻的月亮。对对对，我会觉得还蛮新颖的，就有点像现在的感觉，虽然我现在还是看不见前面。所以刚刚有在那个装置区打卡拍照吗？有有有，就是一进来这个场景就有一种像那种感觉，就很奇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一进来就是觉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很梦幻了。对，很梦幻。包括我们刚刚入场的时候那个粉红色的区域很梦幻，应该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场地了。对，那其实在今天我们看来，刚刚不管是拍照呀，还是之前的我们的一些体验，杨子都是非常非常开心啊。那我相信我们包括正在观看直播的，包括以及在现场的朋友，在听完之后啊，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到我们这个直播。他们能看到我吗？当然可以看到，我们正在通过线上直播让更多的粉丝，包括更多喜欢韩国艺匠的朋友们啊，通过我们的大屏幕可以看得到。那当然啊，我们很多的网友，其实我昨天有看了一下那个微博上的实时，有很多朋友都想来到我们这个场地上来看看我们的艺术之城到底长什么样子。刚刚我们其实在现场啊，也看到了杨子拍到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其实女生最懂女生嘛，对吧？那所以呢，有哪些小的好看的拍照小 tips 来分享给我们在座的美女呢？我觉得是角度吧。角度。对，首先是角度，摄影师其实老师是非常重要的，他要帮女生去选择一个女生很好看的角度。还有一个就是比例，再一个就可能是一些姿势。对，还有姿势。那我相信所有女孩拍照都有她们自己的一套姿势。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光线。光线也很重要。其实我们看到我们韩国艺匠的每次片子，它的布光其实非常非常讲究，所以有了好的光线之后呢，我们才能看到有这么多美丽的照片。也谢谢杨子。其实啊，我相信啊，很多女生也一定是非常喜欢我们的 The Great Artist 系列和 Artist Land 艺术之城展览。我们也期待啊，在今后我们小仙子与韩国艺匠将会有更多的合作，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的好看的美的照片。
那其实啊，今天我们杨子来到现场呢，不仅仅是观秀，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来给大家来送福利了，就是我们今天的抽奖环节。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还记不记得，哎，有结过婚的朋友啊，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的婚纱照是什么样子的？那当然，我们其实刚刚在我们那个十年的短片当中看到了，有很多之前我们韩国艺匠的顾客来分享了他们关于他们拍婚纱照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大家看到很多新人拍摄的照片，不管是婚纱照还是全家福，其实啊，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和一段特别的回忆。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杨子来为我们现场的朋友揭开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福利。我们抽选三位幸运座号码啊，被选中的朋友可以在我们韩国艺匠来免费拍摄一组全家福或者婚纱照。那我们今天的座位也是非常讲究，是有 ABC 区，那你可以选出在 A 区你的幸运号码和 B 区你的幸运号码以及 C 区的幸运号码。这边是这边是 A 区对吧 ？A 区。好，我们 B 区的朋友呢 ？B 区是在这一面，然后我们的前方应该是 C 区。前面还有人啊？前面是有人的，我都看不到。因为前面有云雾缭绕的感觉，所以今天整个现场是很梦幻的。对对，好，那我们给大家来随便选吗？对，选你的幸运数字都可以。嗯，六号。A 六。对 A 六。A 六是哪位朋友？哇！我们老板娘啊，真的，我这真不是托儿，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 B 区，八号吧。B 八号是哪位朋友？哇，恭喜恭喜！还有我们的 C 区的朋友。那我往后说点吧。可以。有八十八吗？没有吧。八十八是没有的。二十吧。C20的朋友也恭喜我们以上三位朋友啊，杨子今天在现场把我们韩国艺匠传递给大家的福利送给了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韩国艺匠拍出好看的照片，同时也能够分享到自己社交平台上，也再次感谢杨子，谢谢。那老板娘是要再跟老板拍一套吗？所以老板娘今天要把这个福利给大家转送出来吗？要转送出来是吧？重抽一次，再抽一次，我们 A 区的朋友吧。对，是感觉 A 十八是哪位朋友？哇哦，我们这位小仙女，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把福利送到这里，非常感谢杨子能够抽出时间来到我们 Artist Land 艺术之城，也希望我们在场的所有的贵宾们都能够在我们韩国艺匠玩得开心。再次感谢大家，谢谢杨子。希望稍后啊，我们还要在我们艺术中心，可以在我们这里来留下你美美的照片。再次感谢各位。